进来，进来。金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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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。你好，他公的母的？是个小男孩，驱虫、疫苗、绝育都做过了。我带他走吧。这手怎么？对你做了些什么？王八蛋，等我找到你，扒了你的皮，打断你的腿。这我这条狗带弹，他们说再不还钱，就真的把手砍下来。什么他妈催债的？那些是我发的，害死我女儿，捐走我的钱，我他妈杀了他的心都有。甲方这一栏，签个字。我们之间不需要签名了。我不能再欠任何人钱，尤其你，签吧。包子好，我以后第一时间还给你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著名的舞蹈艺术家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张轩。哎，身份怎么能够连名带姓的，就叫轩儿吧。来来来，我带个头，敬我们新朋友轩儿一杯。我不会喝酒。来，都来了，喝一杯来。
喝一点，来。养鱼啊，俺这，哎，养鱼了，养鱼了，专门给你安排一局，也不留人面子，喝点。 第一次喝酒都这样，习惯就好。那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嗯，再不喝。昨天晚上都发生什么了？我都不记得了。今儿大家庆功，一起喝酒玩游戏，然后你就醉了。我就就近开了个房间让你休息。放心吧。 表是谁的？说话，这表是谁的？好看吗？怎么变了？这世界上除了人，一定会死，其他什么不能变？我们之间没有必要这样。在哪玩呢？楼上烤肉。你不是不喜欢这种地方？以前不喜欢。 你妈不喜欢我，现在突然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。是你妈不喜欢我。就像你以前喜欢我。我也不喜欢你。是你妈不喜欢我。现在喜欢。就像你以前喜欢我。该你了。什么？说说吧。你和费克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是程大05级新闻系的，我跟费克同时在校过一段时间，他跟我当时的男朋友比较熟。我们每个人都被费克欺骗过、伤害过。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，为什么要请你来？也许他不是费克请来的。 是不请自来。你们注意到了吗？他好像摸清了我们每个人的事儿。我们讲不清的环节，他一直在提醒；我们记不清的细节，他一直在追问。我是记者，这是我的工作和本能。干嘛？别碰我东西！你别太过分啊！
大家不想听听吗？就是一些采访，你给我。1月12日，被捕的同事江先生。3月23日，被捕的大学同学吴先生。6月9日，被捕的大学老师鲁教授。6月13日，被捕的朋友舒小姐。都听到了吗？他一直在调查费可，你到底是谁？是谁指使你的？你跟费可到底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带我们上船？船不会靠岸的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船不会靠岸的。诸位，别为难他了，他是我请来的。他和费可是大学同学，有共同的朋友，又是一名记者，是查费可的最佳人选。当然，也包括你们。为什么查我们？其实今天请你们来的不是费可。是我。我。